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我来到了意大利卡尔伯尼啊，的这个展位啊，看看他的鸽子。伯尼的花色啊，花鸽子啊，也非常有名啊，在国内赛场也有不错的战绩。这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歌友在挑着卡尔伯尼的鸽子啊。你还差什么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卡尔伯尼先生给我们拿了上来一羽黑的鸽子啊，看一看这只鸽子啊，一会儿等翻译来帮我们翻译啊，翻译现在正忙着收米呢。来看一看啊 ，very 强壮啊 ，very strong。È un colombo eccezional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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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非常非常好，听懂了他的操着意大利口音的这个英文啊。Original made in Italy。他这是他制造的啊 ，Made in Italy, Made in Carboni。The best vision。非常好啊。这是。Wow。非常漂亮啊。It's parent。它是一家啊，和哥们拿的这只鸽子是一家的啊。那问问这是什么血统？这什么血统？Che famiglia è questa? Famiglia Eros Carboni e Mary Young. Carboni, Carboni c'è. Carboni Mary Young. Ah. No. Questa è la famiglia. The base family Jerichs. Jerichs. Jerichs and old family Eros Carboni.那这是 for long distance 啊，长距离的是吧？啊，非常好的长距离的鸽子，它英文还可以啊。哎，您好，您好，您好。Yes. Oh. Avete bevuto voi due? Should the Marshall?听不懂，就有中文 ，is very good。听不懂 ，Chinese very good。Okay. Molto potente. 非常强壮啊。Motore Ferrari. Ferrari di Mata. Ferrari di Mata 是吧？Vespa di Mata. Okay. Okay. Thank you. Hello， 亲爱的歌手朋友们，这是廊坊歌展北京极致国际潘石路潘总的展位，看看他们家的鸽子，一会儿让潘总给我们拿出他的鸽子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看看这是什么血统。哎，哎呦，盖比血统的一个19年的当年幼鸽啊，这就是刚才那个19年啊，看完血统书那一只鸽子啊。等一下，让我们潘总给我们拿出来这只鸽子看一看啊。那这是潘总这边坐育的啊，杨胡曼斯的一羽啊，潘总坐育的鸽子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羽雌鸽啊，杨胡曼斯的啊。刚才看到血统那只鸽子啊，由极致国际潘石路潘总坐育的啊。北京极致国际潘总这边聚集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歌友啊。歌手朋友们，看这个血统书了吗？这是杨欧瓦克啊，484。看看这个，是一纯杨欧瓦克啊。歌手朋友们，刚才血统书已经给歌手看了啊，现在由我们的
来自于门头沟的歌友给我们歌友展示啊，潘总的这羽洋马克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雌歌还是雄歌？这是一羽雄歌，小熊。小熊是吧？啊，所谓的偏熊吧，应该。啊、哦，哎，自身有什么特点？骨架硬朗。骨架硬朗哈。肌肉饱满。肌肉饱满是吧？那展示它的这个肌肉，哇，龙骨粗壮啊，好像哎有状态那种感觉哈，非常漂亮的一羽洋欧瓦克啊，来展示一下这只鸽子的主副羽啊，可以，哇，很漂亮啊，来别动，详细的给哥们拍一下啊。鸽子有内力十足啊 ，OK， 正吗？可以正吧哈。你上手感觉是骨架硬朗啊，肌肉对，软糯 Q 弹是吧？对，嗯，这已经到了第九条了哈。对，哥们，如果要是买回去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啊就可以用了哈。对，明年正用。嗯。它的特点就是骨架倍儿硬，是不是？然后肌肉饱满啊，倍儿有弹性。龙齿骨过度这一块呢？齿骨就衔接就这么点儿啊，一指是吧？啊，不到一指就这么点儿啊。齿骨也很粗壮啊，齿骨还粗壮，闭合的也很紧，很紧实，回血格啊。这是八四的儿子配女儿，嗯，八四的侄子配侄女。啊、哦，非常好的一羽啊！他爸爸就在这儿了。他爸爸啊、哦，这是他爸爸啊、哦。对，很漂亮的雄鸽啊。2006年的，八四的侄子。非常漂亮。那这羽鸽子在咱们鸽展卖多少米啊？5W 哈，哇，价格不低啊，但是物有所值。是。昨天一个人就弄走了俩了。嚯！那碰着我们国内的，鸽子的确飞，哎，的确飞，近距离爆发力也行，嗯，长距离也够啊，也可以哈。那就是喜欢洋瓦克品种的这个歌友，一下就干走俩，对，一下就拿俩嘛，哎，有实力啊，嗯，带着教练来的，老板都没摸鸽子，啊，摸了摸说就这俩吧，啊。那看样子，对，辈分比较高。看样子是教练比老板懂鸽子，是吧？好，谢谢我们门头沟的歌友给我们展示啊，北京极致国际潘石路潘总的这羽洋欧瓦克的回血鸽。谢谢。好，谢谢。